大家好，我今天给大家带来，这是 TNK X Plus 的一款全新的分析仪啊。这个跟 iPhone 专机的 X Plus 是一模一样的。外观上的话呢是没有任何破绽啊，开机给大家看一下，这是真刘海屏的啊。这些按键的话呢都是可以正常用的，这是装 SIM 卡的，这是开机键，底部的话呢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看到，正常的苹果充电口。我们来看一下它里面的功能啊，进入游戏的方法的话也是非常隐蔽的，别人也是看不见什么东西，主机里面是没有任何东西。玩法方面的话呢非常丰富，像三公啊、牛牛啊、青花宝、石家家宝、九点九点半、梭哈、滑水两张、六宝、斗地主、好多块，还有九张，还有东北王法、一张比大小王法哦，还有麻将王法、50K 王法、三打哈王法，非常的丰富。还有一些地方王八章的话，这个同样也有的哦。除了这个玩法多，里面的功能也是更加的多，它可以免费开通六个游戏的，比其他主机的话多两个游戏哦。然后还带了这个震动的遥控功能，不想戴耳机的话一样可以。主机的话现在的话还赠送了一个458耳机哦，一个一对一的耳机，它可以配一对一耳机，也可以配正常的耳机使用，还有震动这些。我现在也来看一下它的爆牌功能。玩法的话呢你可以随便选择，我现在以四机的模式，爆法同样很多，还有一个它可以玩两副牌的牛牛。点开始游戏，在操作的过程当中手机没有任何显示，也没有任何声音，它是非常快的，你只要一落牌就可以爆的了，0.1秒的速度。而且它的爆牌距离的话呢非常的远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里已经是40-45都没问题，对吧，大概45这样子哦。这款主机的话呢，它的速度没有问题，效果准确度也没有问题的，都是100%，可以支持外置镜头，以及主机本身也带镜头。那我们现在也来看一下它的爆牌速度，除了快的话，它的准确度也是一样的。现在三公爆的是第四家的牌，是最大的，看一下结果，第四家是7点的牌，第一家3点，第二家4点，第三家3点，是，所以准确是100%的。如果有兴趣了解的朋友的话呢，可以咨询我。谢谢大家。